朋友们好，我是千里路陈奇。2022年10月末，我们南下加州时曾自驾4日，行程2400多公里，游览了优胜美地、395公路加州秋景和死亡谷国家公园。这期视频和朋友们分享我们这次自驾游的第一站优胜美地。优胜美地英文是 Yosemite National Park， 很多人都说它是美国最漂亮的国家公园之一。8点钟从湾区出发，在120公路上不紧不慢地开了3个多小时后，在中午前后，我们到了优胜美地的西门 Big Oak Flat Entrance。 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常走的入口有4个，我们现在这个 Big Oak Flat，另外3个分别是西面对应140公路的 Arch Rock Entrance， 对应41号公路的南门，和东面的 Tioga Pass Entrance。 4个入口我们这次走了3个，后面慢慢说。进入园区后，一路蜿蜒盘转的山路，穿过密林，越过高山，大约半小时后，我们来到了 Half Dome 观景点。进入优胜美地山谷前，要是看见一个路边满是人群的地方，那差不多就是这个景点了。在这里可以远远地欣赏优胜美地的标志性景致 Half Dome。 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面积3000多平方公里，但是每年300万游客中几乎所有人所到之处，却只是眼前这10几平方公里的优胜美地山谷。山谷里高山巨石之间，Merced River 从中穿过，一条单行路环绕两岸。无论出哪个入口进公园，最终都是从南岸东行进入，北岸西行离开。虽然山谷只有10几公里长，但像我们这样只有一天不到的时间，也只能是蜻蜓点水、走马观花，在主要景点打卡了。我们先从 Tunnel View 观景点开始，这是山谷中必到景点之一。沿着山谷远望，酋长岩、新娘面纱瀑布、半穹顶岩石，由近至远依次排去，尽收眼底。Bridalville Fall， 新娘面纱瀑布。可能人们觉得瀑布像新娘面纱一样美丽，于是才起了这样迷人的名字吧。这个瀑布是优胜美地最著名的瀑布之一，也是人们进入园区看到的第一个瀑布。据说每年5月份水量大时，瀑布能有200多米高。瀑布旁有停车场，可以走到瀑布近前观看。可惜我们到的时候是枯水季节，我们就在路边停车，远远仔细寻找那随风飘动的一缕溪流。河对岸是酋长岩 El Capitan， 这座巨石高900多米，是一整块花岗岩，在山谷各个角落几乎都能看得到，宏伟壮观，非常震撼。从新娘面纱瀑布离开后，我们一直开到差不多山谷的尽头，然后转头向北，直接到了优胜美地游客中心。这之间我们掠过了几个很有名的瀑布，包括游客中心附近的优胜美地瀑布，还有 Glacier Point。 其实不光因为现在是枯水期，即便时机正好，也要事先安排充裕的时间和有足够的体力，因为去所有那些壮观的瀑布一般都要步行几个小时。 Glacier Point 公认是优胜美地国家公园最美的观景点，但是这次关闭了。这个景点更远，盘山路上光开车来回就要2-3个小时。游客中心就在优胜美地村里，这里还有商店、展览馆等，还有很大的停车场。在这里可以步行去优胜美地瀑布，或者稍事休息放松一下。
离开优胜美地村，在北岸向西的单行路上走了不一会儿，就能看到在路右边的酋长岩。路左边靠河一侧有一大片草地，叫酋长岩草原。在这里停车，在草地上找个地方坐下，静静地观赏酋长岩。一块巨石拔地而起，鬼斧神工之作。要是赶巧，说不上能看到攀岩者正在奋力攀登。转过头，河那边就应该是教堂岩 Cathedral Rock。如果说巍峨雄伟的山岩是优胜美地强壮的身躯，那蜿蜒流淌的 Merced River 就是优胜美地峡谷的灵魂。从这里望去，秋天的山林正在脱去一身翠绿，渐渐换上墨彩深重的秋装。参天巨木、高山流水、巨岩峭壁都融入这清澈如镜的一湾河水之中，天成一体，清爽幽静，宛如世外桃源，仙境一般。尽管已是深秋，优胜美地山谷内住宿依然紧张，无论是露营地还是几星的旅店都要事先预定，这有点出乎我们的预料。我们只好按预备方案出了山谷，直奔大约20分钟车程外的阿尔伯特尔，那里是优胜美地山谷外能解决食宿问题最近的救济地点了。途中经过 Arch Rock Entrance， 美国国家公园是按车收费的，也可以购买年票，可以在这些入口处直接购买。今天一早起身，经过泰奥格山口离开优胜美地。凯奥嘎公路是120公路的延续，沿着山脊横穿优胜美地公园。一路上可以看到让人叹为观止的高山、广阔的草地、高耸挺拔的参天树木、怪石嶙峋的峡谷、银装素裹的冰川、清澈的湖泊和潺潺的流水。当停下时走出车外，四周安静的能让你听到自己呼吸的声音，让你有一种完全融入在这群山之中的感觉。泰奥嘎公路地处高地，泰奥嘎 Pass 山口附近海拔高达3031米，我们经过时已经结冰，
这条道路一般在11月到次年5月关闭，我们刚好赶在关闭前通过。上午11点钟到达 Tioga Pass Entrance， 到这里我们就离开了优胜美地，一路匆匆忙忙奔向下一站395公路赏秋。